刚才什么？嗯，浅显得好了，浅显得好了。啊，浅显那里得好了。拢要浅显得好了。哎呦，浅显。伊是逐步会运动哦，即运动，但比较较少练习哦，要去参加哪些？啊，伊是比较少哦，较少练习少，要去参加些部分。但是咱过参加哪些哦，尤其是暗时啊哦，一定要有照明的设备。还有一公顶个人斗啥，遐个位置个事个，迄是要方便咱看路个，是要方便咱后壁咱同跳个外规车个人会当注意着伊，安尼比倒台较安全。尤其是即摆如果要接运动，当天要换下吼，日头，较低个就较低个日头，所以咱看人家吼，暗时要去啊。后壁个尾椎啊，伊个倒位，啊，是尽量若愈大拍愈好啦。但是伊脚踏车都倒翻落，啊，是，一定爱运动，别无爱运动吼。咱即个天气吼，从较早起床啊，哦，从三四点，三四点就起床啊，准备要去一下运动一下，伊是用顺时光。这个道路方面嘛，跟不一样。这个时代呢，多拍五根，多拍五根。啊，我建议各位哦，你若要运动哦，万达路面一片。那运动行哦，咱从小高中运动行，你运动行安怎行哦，拢安全。你万讲我头条方便哦，我到处哪里啊，处几个人在哪里行的？有时啊，拍五根一个月。照明的设备都无再健全哦，有时啊吼，比较容易发生啦，事故安尼怎讲？哦，啊，我以保险上个是容易拍后的头条，拍后头条运动，哦，然后，然后，人健康啦吼，啊，身体啦健康啦吼，啊，你就搞得稳啦，你就搞得稳，啊。到了这个时机，咱们就过好多事，这个就是一样的。卖酒钱把人的负担变成一千八，他讲一单单单单单就一单。嗯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有些同学他都最好了，三四点，但是前天都地方就了三四点就了去运动，运动当然是好啦，但是家己安全一定爱顾的，爱顾的。啊，长期吼。